主料鸡丝100克，小菜50克，辅料油盐白糖料酒葱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所用食材准备好，葱蒜切片备用，另需几瓣蒜切成蒜末，鸡丝放入料酒和淀粉抓匀备用。热锅凉油，把肉丝滑炒一下，肉丝熟后放入葱蒜，炝锅炒香，然后放入料酒盐白糖调一下味，最后放入香菜，撒入蒜末，点点香油，翻炒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炒这道菜的时候要爆火，要快，冷了口感就不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